独行复斗可以拯救孙权了。独行复斗近期加强，嘲讽敌方同时还有百分之六十概率吸引敌方战法，给程普带独行复斗非常合适。今天的分享来自贪狼刘思汉开发出来的先登天王宫这是第一版阵容，后续有待优化。整体思路程普带独行吸引火力，先登偷统帅，降低敌方主动战法发动率。孙权是标准法刀配置。 陆逊的配置有待改进，因为全队缺少恢复战法，可以把夺魂幻影城自首或者刮骨疗毒。城普要扛下大量的伤害，很需要恢复。实战的战报也是如此：第一场打半兵狗官枪，打得很轻松；第二场打虎臣弓，轻松被完虐；第三场打黄马枪，效果还是很不错；哎不错啊、第四场打半兵寻马枪；第五场打吴奇 程普吸引了大部分火力，差点挂掉。还有这场打平三仙盾，对方满级，果不其然，程普挂掉了。打周瑜渡渡功也很轻松。整体来说，程普用毒行复斗控制和扛伤很强，如果给队伍带恢复战法就更好。先的目前来看效果一般，换魅惑会更好。